哇，外面好漂亮啊！这就是庞毕都。哇，就是这家，好吃，店员又漂亮。总之，他在 Tinder 上约到了一个男生，他等一下要来跟我们喝酒哦。哇！耶！我们回巴黎了，来吃什么？麻辣火锅，因为这个挪威吃不到，所以我们回巴黎就先吃这个啦。吃火锅喽！赞赞赞！这是我们巴黎第二个家，这房间超宽哎，这可以直接打开两个行李箱，然后有鞋柜，然后这边有一个0.5间的厕所，它是马桶，只有马桶，没有 only 马桶，嗯。然后第二间房间，这也是黄色系，这个也好大哦。然后那里还有那个哇，小茶几，开灯了之后很赞呢。这里这边一样有那个巴黎的那个窗景嘛。然后衣柜超巨，这个衣柜，这衣柜好棒哦，我也想住这里。来到了这个厕所，哇，我超喜欢那个瓷砖的，哦，怎么可以配这么很漂亮，很现代设计，没错。然后这个面盆，我是喜欢，对，我喜欢这个面盆。对，这有点像主卧室，因为这间最大。这边，对，就变成那个可以看到那个外面的，嗨，这个可以拉下来啦，这里有窗帘。而且我喜欢它这整间的味道，都是榻榻米的味道。对，然后这边啊，厨房是开放式厨房，好好看，它跟这个后面的红棕色很搭。来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啊，很干净。不好意思，北欧身高，真的，北欧家，北欧人的家，不让我拿哎。然后我们住的是六楼，哇，耶。嗨 ，Paris， 我们又回来了。这里有天窗哎，它有天井，这个光洒下来不得了。就这样结束的哟，推荐给你们。嗨，他也早起工作喽。我们刚刚巴黎还是在工作。哇，外面好漂亮啊。那就是庞毕都。好了吗？好了，有人在召唤我的上班喽。我们现在在讨论等一下要拍什么。那你们再往前一点，你们在考虑。我觉得也可以拍那种我们是柜的窗外。哦。然后就是拍。哎，那你可以拍我们这样在自拍好了。哇，超自然。那也蛮可爱。你们参与，我们一起拍业配。各位观众们，好冷哦。我们从挪威回来巴黎，巴黎就变成冬天了。对啊，原本还是热到可以穿短袖的。这个哎，哦，这个没风，这没风。我那天前几天你知道前面那个烧的，看到一个漂亮的路人。对啊，哇！但他我不好意思拍正面，但他长得很漂亮。下一班站的巴黎过桥。这里的人大概会一半的人不撑伞。我们来到了蒙田大道，终于放肆逛街。哇，那里有点蓝天，放晴了。这是迪奥的家饰，好可爱啊。家饰的这个星星跟一般买的不一样，是镂空的。哇，来到他们那个新的展示。哎，这里也有这一朵花耶，这里真的很漂亮耶，因为我们3年前来真的不是长这样。它这道墙全部都是经典款，好漂亮哦。不过因为我现在用 iPhone 拍，它会一直闪，现场看是没有闪的。下有餐厅，不过他要先预约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没办法吃，因为我们没预约。好漂亮啊！然后店员感觉气质也很好。我们要打算各买一支分了。
但我们这次是情人耳环，对，不是情人，对不起，我们这次是这个这一对，然后跟这一对有两对，各买一对，然后分成两只，然后配在一起，是不是很好看啊？两边一起，这边几只卖几块，可爱吧？原来刚刚店员跟我们说是这个纸袋，是蒙田三十纸袋，只有这家店有，星星也是哦。然后我刚刚发现这个里面有写蒙田三十，是这里的地址，所以误会，我一直以为是新的星星跟新的纸袋，不是，是只有这家店才有。哇哦，可爱了吧？耶、yeah, ，我们买完了，出来，耶、yeah, ，出太阳了，饿到一个不行，要先去吃东西了。我们就进来蒙田对面的这一间餐厅，我认错很久，但一直都没有来，因为之前都在疯狂逛街。先看到很漂亮的店员，然后呢，在门口看到很多很多，应该是来参加时装周的人，所以他们都在外面，然后他们穿得很好看。你看店员的裙子好好看哦，然后后面有那个，我不晓得，他们应该也是布洛克吧？他们正要拍穿搭呢。最喜欢的瓜牛，好好吃哦！鸡肉好吃吗？哇，就是这家好吃，店员又漂亮，然后连客人也漂亮哦。我们刚坐里面，但坐外面应该比较难等。我刚刚冲进来 ，Celine 试了一双鞋，十秒结账，就是要这种速度，不然我们剩下的时间真的所剩无几了。顺便来录一下这个环境给你们看，因为店员在帮我包鞋。这里真的好漂亮啊，结就是结账的地方。Joe Center， 我们这站到了 Joe Center， 这是刚刚我买的东西，然后我现在买的他手上这个，他是台湾人哦，嗨，我们很无理的要求 Joe Center 台湾店员跟我们一起合影，对，因为太难得可以遇到了，他叫 Ashley， 最近有空的话可以来 Joe Center 找他，耶，超级亲切，对，人超好的，服务很赞。全数有货的陈世香，他在帮我们贴标签。刚刚有跟他说要录影，他变得比较严肃一点。我们的同伴呢？不行，要帮他打码。好，帮你打码。帮我打码。总之他在 Tinder 上约到了一个男生，他等一下要来跟我们喝酒哦。哇，好像超年轻的，要28。28。这个是。这个是羊肉吧？对，那个是羊肉。这看起来超好吃。这是鱼吗？整个吃下来，我喜欢这个薏仁，下面是薏仁，还有这鱼，这鱼也超级好吃。耶！好的，为了等到这一家拉面店，然后去附近先吃了一点东西，再回来，还是人这么多。不过我没有先预热。可爱的地方。非常的像东京的店，可是它在巴黎。Thank you.就是说很淡，它的水的淡丽，淡丽就是比较淡的那个，它就不是日本，它不是日本，不是我们，它不是日本，那为什么它可以米其林啊？我们现在呢要去见网友了，你看他有多紧张。我们今天是有暗号的，我们可是有暗号的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有那个安全通关密码，没错。嗨，怎么样？我觉得他蛮可爱的。
蛮可爱的。哎、欸，我这整个节目变成实境节目、欸，哎，我的天哪！我们要来喝酒了，算是很贴心吗？我觉得很贴心。这是我们刚点的酒 ，so cute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我觉得他蛮可爱，但是因为我的英文真的没有太好，所以就是不知道要多聊些什么。我觉得算是贴心行为，他是贴心的，对，他是贴心的，又有礼貌，他很有礼貌，因为他所有的店员拿东西给他都会马上说谢谢。嗯嗯嗯。不过明天我跟他出去吃饭，我 OK 好不好？好。他说你要录起来吗？我有录起来，有存证了。那你明天自己去可以吗？是可以吗？可以哦，好。对，好。存证哦，好。好。回台湾前一定要跟他吃饭哦。就不就是明天？明天啦。就是明天。我们去作战回来咯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，而且他带我们去 bar， 那个 bar 很酷耶。这些是我昨天去逛街买的东西们，鞋子，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好奇我买的什么，你提不回去了。噔噔，一条围巾，这样子的围巾，套头没有过黄色的套头，所以我就买了它。是这个哦，对对对，噔，可爱的戒指。然后我还买了这个要送给朋友的 Link 的室内喷雾 Light Smoke。店员说他每一个杯子的渲染的程度不太一样，所以他那时候有让我选，他给我三个，然后选出我要哪一个杯子。Labo 的时候，不管到哪里都要买。哇，这耳环真的很可爱。今天的气温不会太冷，直接穿套头跟衬衫刚刚好。然后一直都没搭到地铁站。微路人都只有走路跟搭 Uber， 尽量不搭地铁，比较安全。这家就是我一直冲出去买的那家香氛店的街边店，等下吃完饭再逛，好可爱哦！马黑靴真的很 Q 哎、欸，可爱的天空，哇！我们来到了那个马黑附近的 Ogata， 然后是我之前在台北就已经订好的位置。朋友们他们就是看到镜头之后就变得很安静。我可以讲话，可以讲话。香蕉要说话了，那个剪片师麻烦帮我上香蕉，谢谢。这里超可爱，你看外国人吃日式超可爱，因为我昨天去吃了拉面，然后我发现他们都不会用筷子，他们就是两根这样把面串起来而已，超可爱。耶、yeah, ，是冒烟的玉子烧，那个烟超多，对啊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我们这个今天画的笑点都剪掉。他自己就会先把它切掉，嗯，这个很好吃啊，对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嗯，一点甜点，嗯，终于吃到鲑鱼了，有，蛮高。我刚刚就是原本跟朋友吃完饭，然后他们先离开之后，我要去找 Aster 他们。可是呢，我为了要发文给大家，因为我昨天没发文，所以我刚刚就随便找一家咖啡厅，一个人在里面狂弄贴文，然后40分钟完成这件事情。现在终于找到我想去的水货店。我们刚刚就是压线到达 Acme， 然后那个店员人超级好的，还是帮我们两个结了账试穿。你看他完全没有态度不好、欸、对。
对，人超级好，然后还最后都已经他们要下班了，还给我们水喝。剩下这几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已经非常忧郁，非常的忧郁。我只能看这个窗景，然后看看天空，开始讲一些。不，这是我们最后一顿晚餐，收拾啊！啊，吃到牙干了。沙拉 ，Thank you。还有洋葱汤，我来学一下那个 Acer 是怎么拍影片的。我还没有这样拍过哎，来到现在我都没有这样拍过。哎呦，啊这样怎么吃？啊这样我这样放在哪里吃？这样吗？对啊。啊，别吃啦。嗯，就是安全，但也没有特别好吃。因为我们之前喝过太好喝。来吃光牛。这是迷你小瓜牛，我来买了这个牌子，今天有去逛，我会附上照片。今天去逛了好几家选货店，全部都在进这个牌子，所以我今天去了 Tom Graham， 也买了他们家的衣服。这个也是可以穿在西装外套里面，然后这个是冬天可以穿的短毛衣。我感觉你可以穿。Yeah, yeah. Pink in your area. 好漂亮哦，好可爱哦。Pink 好漂亮，这瓶子不错哎。它是中性香，冷杉，很像某一种木，可是它有一点点麝香，很像北欧树林里的味道。用十分钟买了卡地亚的戒指跟一个爱马仕的小丝巾，要送给我妈的。拜拜，巴黎拜。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入境的时候会发快筛，回家了，回家隔离三天。超累，然后因为时差的关系，我刚刚在飞机上根本睡不着呢，我简直就是欧洲人了呀！期待下次去欧洲，没有，先期待下次去日本，下次 vlog 见，拜拜。